要考虑到它的那个跟那个匹配问题。小峰再把它呢打下去一点。啊，是很快的，你这样拿了就这个。或者都是上面这一组是共用的，下面呢就是说它这个跟这个不一样，按上去，要对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大概五秒钟之内就 OK 了。你再取一下，再装一下。打开先，再取一下，再装一下，取下来，拿全部手放开，两个手都放开。你再装回去。可以。然后这里要把它调回去是吧？这里呢就退出来，就它自动会升上去的。就是说操作方面，拆装呢都是很。